这是饿疯了，刚刚看到一个大鸟蛋，现在又看到一只大烤鸡。哎，我们哪去找大买卖啊？哎，啊呜！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啊？哎，你是俺们偷偷的，不问你问谁呀？啊！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，今晚还要跟你们一样坐在这儿干瞪眼啊？ 你说是不是啊？啊！你们有没有听过道义有道这句话啊？哎，连这句话都不明白啊？意思就是说，即使做强盗，也没有不劳而获的事，多用脑子，多动腿去找。 你们真以为这大买卖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吗？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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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